接着我们再来关心有关奥克兰市议会推进禁烟政策方面的资讯。奥克兰市议会地区发展委员会将在本周就禁烟政策进行投票表决，该政策将在2013到2025年分阶段实施。不少组织支持禁烟政策。新西兰癌症预防协会负责人表示，64%的受访者支持在2016年前在所有公共场所禁烟，即便是在吸烟人群中，也有55%的受访者支持在公共场合禁烟。